永远当作我第一次带团，也永远第一次把各位当作第一次来日本，好不好？好，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。好，第一个我们的车子哈是和泉2018号。好，和泉就是它写在那个上面那个小小的字，和平的和，哈，泉水的泉，201号。好，然后那个八是比较大的那个字，哈。那我们的巴士公司这个叫做哈 Waluto Cafe， 就是世界那个世界交通公司的哈。这个车子蛮好认的哈，啊，稍微看一下，比较担心是什么？有时候哈，因为它车子很多，所以呢。上错车了，因为同公司他有可能啊，我们去的景点他也到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麻烦各位哈，稍微留神一下。然后志明的日本手机0706996921，好，这个哈，各位你把它写下来哈，大概名片大小的纸张写一下，然后呢放在皮夹子，好，随身携带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？9291 0706996921，因为会打这个电话一定是很紧急的时候，要不然不会打，对不对？那日本的手机